这好紧。现在松了吧？嗯，松多。现在呢？你先那个吧，你拧好多啊，还要再拧吗？再拧紧点嘛，还要往上。对啊，再往上，再往上调，把这个网络全暗示了嘛，往上调，下调，好，差不多，就这样可以。然后这个要不要再往上？再调这个，这个不用紧了。现在是压住的，还要再紧那个紧，那锁住的，锁住的盖子。对了啊，不用紧了吧？嗯，还要紧吗？应该不用了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它只要能悬着动盖子就好，再紧一点，再紧一点，再紧，再紧，再紧，好。木转不动了就对，对啊，它这种带着动盖子，好，嗯，好，现在有点早了。有点早了，有点晚了，再讲一会儿。